蛋糕不想吃了，挖一挖，重新打个包，说是给女儿带的下午茶。妈妈只有一半，好像被别人吃了一口。看我怎么编！现在蛋糕都是这样子做的，你看它都还没有开封呢。差点我就相信了。我给你们打开啊。可是我也不喜欢吃榴莲的呀。失算了。甚至还有点嫌弃。那你们吃奥利奥的吧。你们知道万豪新开了一家烤肉店不？不知道。那家烤肉特别好吃，好香啊！我不怎么想吃。这把我整不会了。自己烤的，很好玩又好吃。那我们去吧。好玩。我刚刚的钱都买蛋糕了呀。周的钱可以我们一起。舅舅的钱，那你还没有征过他的同意呢。可以，我拿钱去。那个很贵，没关系吗？没关系。那你的压岁钱还有多少啊？几千多。惊住我了。那走啊，走。